如果唔打交，我点解要训练呢？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训练。我们从出生，我们怎么走完我们这一个历程，其实这是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份训练。那个承受能力去到哪里？一个生命它承受这种打交的嗰个能力越强呢，它的生命力就会越强。我觉得系咁样嘅。我知道系要嘅，系啦，唔会咁顺摊嘅。顺摊嘅嘢咧，往往系有啲问题嘅。系我真系好紧张，你一定系唔舒服嘅。你一定要坚持，系啦，你一定要面对你身体嘅一啲唔舒服吓，或者系唔自在，系啦。但系我觉得要坚持咯，打交啱嘅，唔使惊，俾佢打落去，睇下可以点。有啲人可能一辈子啦，佢净系学一样嘢。可能淨係擊劍，甚至擊劍入面淨係花劍，咁佢唔會太大矛盾存在嘅，因為嗰樣嘢佢係個系統性好強，同埋佢有一種邏輯，而嗰種邏輯係統一嘅。咁但係當你練花劍，跟住開始用配劍、用重劍、用唔同嘅劍法嗰陣時咧，你會發覺唔同嘅兵器對你人體上嘅要求係唔同嘅。當你作為一個武者，真正嘅武者，你要放棄自己。你要放棄之前你學過一切嘅嘢，當然唔係絕對啦，因為你已經有咁嘅基礎。但係你要放棄呢啲嘢，你先係入到去。咁我覺得首先呢一度係好難。其實趙生係我哋成個計劃嘅一個顧問嚟嘅，我諗佢都好清楚我哋行緊嘅每一步。咁而家已經進行到一個我哋開始要真係要揀一啲嘢出嚟，係啦。咁喺始終我哋係一個做表演嘅藝術團體啦，我哋希望。九月嗰個表演咧，係有啲嘢可以令到大家有啲全心嘅體驗咯。雲濤，你同我講第一次話，慶，我哋要做呢一個計劃，我哋要放三年嘅時間。頭嗰兩年，我哋唔要作為一個帶住舞者，我哋嘅隊伍去睇舞術，我哋好將自己嘅身段放下嚟。過完兩年之後，我哋先考慮創作。頭嗰兩年心酸，唔考慮呢一樣嘢。正係將自己放下，學啲新嘅嘢，長嘅蔡李佛，短嘅白鶴拳，中嘅洪拳，三樣嘢喺兩年嘅時間，喺你哋同時做咁多平常你哋嘅訓練啊、演出嘅情況下學習，而每學完一樣嘢，要將之前嘅完全放低，再學新嘅嘢，然之後再融合。咁我覺得一個好嘅舞者，好嘅藝術家。他要做到呢樣嘅，其實我覺得喺任何一個界別都係一樣嘅咯。從書法到舞蹈到武術，我覺得呢一個原則其實係不變嘅。我就好大一個覺悟，就發覺你哋好謙虛，真係好謙虛。甚至到而家，你都唔覺得自己練到啲咩？但我喺我眼中，你哋呢兩年走嘅呢個歷程，你哋真係冇走過任何捷徑，係每一步每一滴汗走出嚟嘅咯。冇帶住自己嘅自我，冇太大嘅 ego， 咁我覺得從習武者嚟講，其實呢個反而對我哋嚟講係好大嘅挑戰，因為武者我哋好多時候一開始唔係為咗藝術啦，我一開始為咗力量。當你攞到呢樣嘢嗰時候，譬如你拳擊好叻嗰陣時候，你可唔可以將拳擊放下而學泰拳呢樣嘢咧？你將洪拳放下，你學蔡李佛咧，好難，非常難。咁反而係。我見到你哋，我覺得你做到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咯。其實武術到最尾，好似李小龍講，佢係一個生命嘅一種演繹。佢做到最尾嘅係超越自我。咁呢個超越自我，我覺得係你要放得低咯。我覺得運動好緊要，因為運動首先因為武術係透過身體去演繹、去成全。去理解呢樣嘢嘅，你一必須要運動，你唔喐係唔得噶咯。咁呢一個係一個核心。如果早幾年你問我嘅話，我會講可能更加多嗰啲哲理上嗰啲嘢。對我而家呢個時候，可能更基本，可能更基本。我覺得武術，我哋走咗呢幾百年上千年之後，我覺得我哋而家失去咗個方向咯。咁我覺得我哋可能從一個基本。最簡單層面理解翻武術究竟係咩嘢嚟嘅？可能甚至最簡單將佢回歸到運動，已經係好大嘅突破咯。因為佢喺呢個過程裏面變得太大、太複雜，而大家講武術就哦，
博大精深，但是什么来的呢？没人讲到，那我觉得很虚咯。但武术它是一个很实的东西，是一个实学来的。当我们将这样变成虚化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整条路走错了。譬如我对于我的舞蹈来讲，就是武术的那个套路里面我找到了，就好像回去归宗认祖一样啊，你原来在每一套的某一套的那个里边，你找到了原来我的身体是这样的一种存在，我的身体跟我的呼吸是这么一种，然后慢慢才去到啊，原来你跳舞可以这么自如。所以你头先讲过就是说，我觉得我们要去问，要去了解什么是最简单的、最基础的那件事。对于我来说，譬如说我现在练习武术，其实我是想解决我这个问题。是的，我跳了差不多一世一辈半辈子的舞蹈了，那我都要问 我跳了什么，我跳着什么，是吧？你不可能原来跳完、哦、原来你一路跳着一些人的东西，咁至少我都要得個資質嘅，係嘛？咁我可唔可以跳下啲我哋自己嘅嘢咧？咁嗰啲自己嘅嘢喺邊度嚟嘅咧？係咁啊，慢慢磨，先至我覺得可能嗰個問題嘅解決嘅地方喺即係呢啲套路入面。你唔係話睇啲文字，或者睇人哋講嗰件事就可以攞到嘅，係啦。咁我諗呢個都係武術同武道好特有嘅，同埋好珍貴嘅地方咯。佢係體驗咯。我想劇場、藝術、表演、運動，我相信它一定不會消失的意思，就是我可以為這些東西去追求、付出，我就是相信這些東西是一定可以，無論你社會怎樣變，我們的世界怎樣變，這些東西是一定有它的意義在這裡的。但是我們做這一行，我覺得我們都要對自己有翻啲交代咯，系啦，咁喺呢一點上面，我覺得班舞蹈員都好明白嘅，完全係服自己嘅，系啦，咁梗係啦，我哋都係為咗一個團好啦，但係團都係唔係一個人組成咁，係我見到佢哋好認真投入嗰件事，我係相信係佢係 test 到一啲好美好嘅一啲嘢咯，佢先至可以繼續落去。即係藝術呢一行到有陣時可能分得開噶啦，工作同埋自我其實有陣時係一體嘅。